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小编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吧台椅。那我们介绍的这一款是 L 型吧台椅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小编前面的这个，它为什么叫 L 型吧台椅呢？是因为它后面的背板跟它的下面的坐板的部分看起来像是一个 L 的形状。那我们的 L 型吧台椅呢，它总共有两个尺寸，现在小编做的这个是65公分的尺寸，那我们还有另外75公分的尺寸，就是坐高75公分的。那这两个的差距呢，就会依照我们现行家中的吧台高度去做调整，相对有些吧台比较低的，可能65公分的椅子高度就适合了。相对如果吧台高度比较高，就可以做到75公分。所以我们有两种尺寸可以让客人去挑选。那这一张椅子很特殊的就在于它的坐垫，它并不是一片单纯的木板板片做的而已。它是有一些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弧度，加上它的背部的部分呢，它有做一个弧形的凹陷，就是希望我们人在往后躺的时候，它并不是硬邦邦的感觉，而是会有一个弧度，坐起来是相对比较舒服的。加上都是使用接榫的设计，所以它的强度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强的。所以像小编这样子往后这样子躺着，支撑身体的重量完全没有问题。我们各个分店都有 L 型吧台椅，都可以到我们的各分店去试坐跟试摸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见面，大家拜拜。